呢位英国伦敦街边卖鱼嘅巴基斯坦小贩，就系凭呢曲卖鱼歌舞摇身一变成为歌手。他原本只是为了吸引客人帮衬，所以边卖边唱自创的 One Born Fish， 点知片段被放上网，有成600万点击率，还被唱片公司看中，签了他做歌手。看看他骑呢的舞姿都拍得住南韩歌手晒的，吸不吸引真是见仁见智，不过就很有潜质挑战江南 style 的江湖地位了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金瑩報導。